桂贤是一位非常好的领袖，非常一位好的医生，非常诚心诚意的为民服务。他担任了专科医生的时候，已经在治疗方面非常有好的才华，不单是在治疗方面，他也很有主政能力，也能够培训新生代，那么上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。所以我们看到他有这样好的才华，必须要扩大这个包袱来服务人民，不应该停留在医院。虽然我非常惋惜作为他一位好医生离开我们的卫生部，但是我相信他能够在政坛上有更大的这个发挥的空间。